水牛奶蒸鱼片第一次做就成功，鱼片嫩滑加上奶味香浓，口感一流啊！六只鸡蛋净系要蛋清，发匀佢，捞走啲泡沫，如果唔系蒸出嚟就会有泡牙。倒入1:1嘅水牛奶搅匀佢，加盐、糖、一啲啲油，再搅匀，倒入碟里边，封上保鲜膜。水滚中细火蒸6分钟，切好咗嘅鱼片放盐渣匀，放啲生粉，最后放啲油捞匀佢。呢个时候水牛奶蒸好，攞出嚟，揭开保鲜膜，将鱼片摊开摆晒上去，再上镬蒸佢30秒，跟住攞出嚟撒上葱花，濑啲油，一啲啲豉油。第一次整就成功，其实唔难噶，又香又滑。